对方第二公有市场，也就是美食街，这几年的转型下渐渐打出知名度，美食街的明亮用餐环境也深受民众好评。今年适逢第二市场二十周年庆，管委会也寄出消费及送摸彩券，共有电视等多项大奖来回馈消费者。干净程度算可以啦，对对对，然后明亮程度也可以，对，就是蛮干净的。美食街的明亮用餐环境深受民众好评。新北市瑞芳区第二公有市场今年参加市府经发局所举办的公有零售市场辅导竞赛，获得潜力组的优胜。适逢第二市场二十周年庆，也举行了消费就送摸彩券的活动。瑞芳美食街第二公有市场办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这次的庆祝活动，我们准备足济，真好的摸彩品，有四十二寸的液晶电视，有电冰箱，有各种的电气化的产品。瑞芳区第二公有市场近年来积极转型，除了自治组织运作优良，还会安排摊商定期健康检查。另外，摊商配合资源回收，在硬体设施方面，市场排水管美化、厕所清洁优等级等等都深获好评。市场为了回馈消费者，也举办消费就送摸彩券。感恩这二十年来，咱瑞芳各界、咱新北市各界对美食街瑞芳第二公有市场的一个支持。第二点就是咱甲咱回馈，让咱大家所有的人，会当了解，咱瑞芳美食街经过这段时间的蜕变，经过这段时间的变化。确实有足大的改变，不管是物啊的好食，也是服务的态度，也是每一个人对顾客的亲切，绝对让你留下真深刻的印象。最大奖有四十二寸液晶电视，还有各式各样的奖品。从即日起到十九号为止，来美食街消费就送摸彩券，请民众多加把握。谢权威瑞芳采访报道。